回家。好。新义和中西佛堂落成典礼，典礼开始，鸣鼓。和中西佛堂落成的日子，我们非常欢迎各位能够和我们一同来分享中西佛堂落成的喜悦。那我们今天呢，有邀请到多位嘉宾，现在呢，我们一一为各位介绍。好，第一位是我们我们新义和的大家长周茂年周前人，前人好。好，第二位是我们台南市市议员陈朝南议员，欢迎你。好，下一位是嘉里区界南里里长吴龙森里长，欢迎你。好，下一位，这一位呢是来自于大陆翔安孔子学院理事长张永怀理事长，欢迎你。我们张理事长呢，特别介绍一下，我们张理事长，来请副座。我们张理事长呢，这一次从大陆翔安啊，带了十位朋友来，哈，是哪十位？专程从大陆翔安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中西佛堂落成典礼，跟我们挥个手好吗？跟我们挥个手好吗？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好，请坐下。好，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迪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肖岸信董事长，肖董事长，欢迎您。好，接下来是鸿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吴龙德董事长，欢迎。好，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八一崇德单位中义工邱玉华点传师。来呢，我们要介绍的是我们各位点传师。好，第一位是信义单位王宪章点传师，来自好。第二位是义兴单位尤金蒙点传师。好，接下来是安祥单位冯新聪点传师。好，下一位我们要介绍的是平时单位曾进长点传师。好，接下来两位我们一起介绍是吕奇才点传师以及张天书点传师，来自仁和单位的。好，今天呢今年呢，我们很高兴产生八位新里面的点传师。那么今天呢，有七位呢也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借着这个机会呢，隆重介绍一下。好，第一位是仁和单位的严明进点传师，欢迎。好，第二位也是仁和单位的李川吉点传师。好，第三位是平时单位尤淑静点传师。好，下一位是爱霞单位曾树林点传师。好，接下来是合成单位蔡宝美点传师，欢迎您。好，接下来是爱想单位冯清新点传师。好，我们最后一位呢是爱想单位景文清点传师。好，那么我们另外呢有议员也来恭贺我们今天的落成典礼，是陈廷飞特别助理。好，欢迎您，欢迎您哈。还有一位是蔡秋兰议员，好，谢谢你，谢谢，谢谢。好，欢迎今天所有莅临的嘉宾，让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欢迎各位参与今天中西佛堂的落成典礼。
谢谢。好，接下来是我们的揭牌仪式，请服务人员放手套。揭牌仪式典礼开始，请揭牌人员就位。第一位，恭请邹前人就位。第二位，恭请陈议员就位。没坐吗？我坐完了，我来请。第三位，恭请吴里长就位。第四位，恭请张理事长就位。第五位，恭请肖董事长就位。第六位，恭请吴董事长就位。第七位，恭请邱典传师就位。第八位，恭请王宪章典传师就位。第九位，恭请尤金蒙典传师就位。第十位，恭请冯新聪典传师就位。第十一位，恭请曾进长典传师就位。第十二位，恭请吕奇才典传师就位。第十三位，恭请张天书典传师就位。请揭牌人员持红彩带，请揭牌。国运昌隆自天台，圣道红展万国传，请施放和平气球。和平气球布满天，德化万方太平年，道亲和气人慈善，大道真理化三千。请各位前贤热烈掌声。请各位嘉宾向后转，恭请邹前人，恭请邹前人就起飞位。起飞，请开佛门大吉仓，道运红展降吉祥，请各位前贤热烈掌声。
金融人员就位，一位风琴人就位。拳到就攻，昏到就攻，
两边开房，对面坐椅。就拜位移座椅跪椅三叩首，一叩再叩三叩首，起座椅前进就线位移，座椅后二位跪，三叩首，一叩再叩三叩首，谢。跪椅，集美旗，双手接，集美旗，坐椅，双手奉旗。吉美旗，一叩首，诚敬奉谢，上清下浊，坐椅，一叩首，谢，跪椅，集美旗，双手接，集美旗，坐椅。双手奉旗，吉美旗，一叩首，诚敬奉谢，上手鞠躬，坐椅，一叩首，谢，跪椅，集美旗，双手接，集美旗，坐椅。双手奉旗，吉美旗，一叩首，诚敬奉谢，坐椅，一叩首，谢，
贵姨，吉美琪双手接，吉美琪送礼，双手奉席，吉美琪一叩首，诚敬奉谢，下手击中，奏以一叩首，谢。贵姨，吉美琪双手接，吉美琪重仪，双手奉席，吉美琪一叩首，诚敬奉谢，奏以一叩首，谢。贵姨，吉美琪双手接，吉美琪奏以双手奉席，吉美琪一叩首，诚敬奉席，奏以一叩首，谢。贵姨，吉美琪双手接，吉美琪奏以双手奉席，吉美琪一叩首，诚敬奉谢，上手击中。奏以一叩首，谢。贵姨，吉美琪双手接，吉美琪奏以双手奉席，
书，诚敬共勉。仲仪，余叩书。
奉献。奏仪，各归拜位仪。同奏仪，跪仪，三叩首，一叩，再叩，三叩首，起。奏仪，两边归班，对面奏仪，献供场一空，两边摆盘，沉浸其谈。一谢雨，再谢雨。三谢，四谢，五谢，请就位仪，两边排班，沉浸琴坛。大众肃静，对几凡，齐正一团。请各位服装整齐，你看若无你话呢，请头你话好势。
第五、第六位也。奏仪跪仪，明明上帝九大礼出现相三者，一现再现三现三叩首，一叩再叩三叩首，起跪仪，雅献香三柱，四献五献六献三叩首，四叩五叩六叩首，起跪仪，中献香三柱，七献八献九献三叩首，七叩八叩九叩首，起奏仪跪仪，献香五柱，一献再献三献四献五献五叩首，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首，起奏仪跪仪，天地君君师献香三柱，一献再献三献九叩首，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首，一奏仪跪仪，诸天神圣献香三柱，一献再献三献九叩首，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首，起奏仪跪仪，弥勒祖师献香三柱，一献再献三献九叩首，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首，起奏仪跪仪，南海古佛献香三柱，一献再献三献九叩首，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首，起奏仪跪仪，教圣人献香三柱，一献再献
三心五九叩首，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首。活佛世尊现香三足，一心再心三心九叩首，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首。夜为菩萨现香三足，一心再心三心九叩首，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首。各位管理者现香三足，一心再心三心九叩首，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首。掌声大地现香三足，一心再心三心九叩首，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首。照君献香一柱，一心五叩首，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首。师尊献香一柱，一心五叩首，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首。师母献香一柱，一心五叩首，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首。正殿将军献，正殿元帅献香一柱，一心五叩首，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首。正殿将军献香一柱，一心五叩首，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首。教化菩萨献香一柱，一心五叩首，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首。各位大仙献香一柱，一心五叩首，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首。一叩再叩，三叩一叩再叩，三叩一叩再叩，三叩一叩再叩，一叩再叩，三叩三叩一叩再叩，三叩会连唱轮。三叩首，一叩再叩，三叩首。三叩首，一叩再叩，三叩首。四叩首，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叩首。十叩首，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六叩七叩八叩九叩十叩首。起，坐椅，跪椅。金公祖师五叩首，一叩再叩，三叩四叩五叩一叩。再叩三叩大人五叩叩一叩再叩三叩愿上三叩叩一叩
在破三个锁。有。千口锁。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再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三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四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五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六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七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八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一百破锁。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三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三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四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五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六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七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八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再百破锁。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再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三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四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五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六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七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八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三百破锁。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三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三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四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五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六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七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八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四百破锁。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再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三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四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五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六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七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八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五百破锁。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三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三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四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五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六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七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八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六百破锁。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再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三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四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五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六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七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八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八百破锁。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三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三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四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五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六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七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八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八百破锁。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三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三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四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五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六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七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八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九百破锁。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再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三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四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五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六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七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八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九一再三四五六七八九一千破锁。起，奏仪。两边挥棒，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对面座椅，请。
请谈李碧公。我是徐芳，再次感谢各位莅临我们中心佛堂的落成典礼，谢谢。我记得呢，在我刚进到草庙多久的时候，有一次呢，在神元三和那个，再大声一点，好，大声一点，把音控室协助一下哈。有一次呢，在神元三和爱翔的曾树林领队第一次见面，现在是曾树林点禅师。当时呢，他送给我一句话，他说呢，从无到有最精彩，从无到有最精彩，还记得吗？谢谢你，谢谢您哈。好，我把这句话呢用在我们今天中心佛堂的落成典礼。是的，中心佛堂今天能够落成，真的是从无到有，这种计划有到不少人的心血，有多少人的汗水，有多少人的倾囊相授。在中间，大家为了佛堂的事，我们争执过，我们生气过，我们流泪过，当然我们也欢笑过。而今天能够有一间庄严的佛堂呈现在大家的面前，真的非常的不容易。我们要感谢的人真的太多太多了，我们只能够以作家陈之凡先生告诉我们的那一句话，那就感谢上天了。是的，感谢上天今天能够集结众人之力来成就我们这间佛堂。所以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想借着鼓声，借着鼓声的响彻云霄，来表达我们对上天的礼赞，对上天的感恩。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要请出我们中心单位的中心鼓舞团，他们要带来的这一首《天人同庆》，掌声欢迎他们。
他的鼓声在我们前方哈，有没有觉得打的时候我们的心脏啊，随着鼓声上下上下有哈？前面的人可能比较感受得到，好，感觉听来的鼓声是抚慰人心哈。鼓的声音它具有顺化之意，它能够提升人的阳气。那么这是利用音乐来作为养神的一种方式。那么今天呢是元旦，是一年的开始，所谓一年不止万象更新。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希望能够借着这个鼓声呢，来祝福各位在新的一年能够身体安康，事事顺心。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隆重的介绍一位人物。在我们佛堂新建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位慈爱的长者，他呢每天要日理万机，但是呢还是常常的呢来我们的工地看看，给我们提供不少的意见，帮助我们佛堂的新建。他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就是渡人。他是何许人也？各位知道是谁吗？是的，我们亲爱的前人。那么现在我们就以最热烈的掌声恭请前人为我们中心那位祝福的家人掌声恭请前人。今仔日下当呢，几十年来，大家都去共同努力，也下当来建设这个。虽然讲可能啦吼，无咱讲来讲，家己若较欠，伊就讲无介好啦。一旦嘛，真正袂歹啦吼。所以吼，今仔日咱大家下当来完成这个任务，当然有足济。咱的同修，甚至咱的各位中文书，像咱这个叫做调来议员吼，甲咱各位这个同修前缘，安尼来甲伊协助。所以今仔日才会当呢，咱这个活动会当成立，也来会当呢，大家来遮庆祝。当然要讲起来就是讲，在座大部分拢道亲较济啦吼。各议员嘛都亲啦吼，所以大家拢都亲较济。但是希望讲咱各位同修呢，佛法时常咧讲的，人生来到世间，咱若今仔日无能得到这个道，枉费人生来到世间一转，吼、所以得到道，若无来修道，嘛枉费咱人生来世间，有得到无修道，因为安怎讲，有修道。拢是会当成就不成仙的，也无想到，只有虽然一道会当解脱生死，但是吼，爱哥有当时啊吼，伫遐无高位，比如讲啊，比如啦吼，伫西方天堂无高位，也无高位伫了遐徛咧吼，所以为什么当有人坐位？其实咱拢有一个位，咱伫天堂本来咱就位啊。但是来到世间算命的讲，我有迄个位，所以因为有当时啊得到了后，算命的讲，我有一个位哦，有当时啊咱自强时求得到迄个位置的啦，天堂挂号有无？咱的时呢，迄个缘法起的，咱求得的时候迄个位挂号就迄个位啊，但是叫位置啊，所以唔才能找迄个位，但若无找迄个位。不能归位，好、所以希望咱各位同修前缘啦吼，今日咱会当讲中心有这个活动，
啊，会当人成立，不只是天人同庆之外啦吼，同庆，这嘛是讲起来真感恩王经理啦，王经理师，因为当时要标这地吼，王经理甲我讲安怎呢？伊讲先生，你若要赚到到第三标啦标吼，可能会用标去，所以甲我讲哪呢？你若看会使，就爱金标呢，哦，安尼啦吼。啊，所以迄阵啊无，即块地人就，啊是来即块地也无上牌标啦。你连安怎讲？即块地要厝那有拢做歹厝，哦，安尼啦吼，因为中迄条路嘛，啊，所以因厝呢，迄个时阵，啊，啊，搁欠，要标啊，搁欠三百万。我阿讲，要标吼，即三百万你借。哦，即、这个地较标下，啊，王经理嘛足注意啦吼，啊，真正着三百万少啦，哦，要把即个地标下。迄阵甲算算咧，挂落地，挂落地啦吼，即老的路嘛吼，挂落地啦算，一平三万五千块，要若落地靠下来一平五万，哦，安尼啦吼，啊，算算咧。而且吃因阿叔的所在吃，要去对找这个一平五万块的人去学堂啊，较基本嘛较标落吼。啊，所以这实在是啊，讲起来有足济诸事因缘，啊，成就这个今仔日中兴这个学堂。啊，当然以后的建设，哦，啊，就咱特别各位道亲啊，尤其咱中兴的下届同修，啊，大家拢爱真拍拼，啊，真付出。哦，啊，今日虽然讲啊，袂当讲起甲盖好啦吼，啊，但是还好啦吼，可以用安尼就好啦吼。要若要起好，后日再过来找啦哈。希望讲有一间，后日会过第二间，后日会过第三间，对无吼？哦，啊，唔，咱今日袂使讲，啊，就安尼就好啊，你吼。咱人呐，满足伫现实这个时阵，安尼咱修道袂修慢，都袂精进。比较真呢，好还佫较好呢。老母娘把这个刀扛落来时，要普度天下众生，唔是干呐讲我求刀得刀就好啊，啊我超生死得啊，恁遐拢叫沉沦，去遐沦落我紧，安尼咱有准备无？要呐安尼咱会修道无？咱个真正抱着大慈大悲的心，众生一个未得到，咱还佫是慈悲要来度伊。安尼呢，唔是讲哦，我会超生了死，我做佛做菩萨做好啦。啊啦，安尼你会，你若想安尼话，你也是安尼。这不是诸佛菩萨的慈悲宏愿呢？诸佛菩萨的慈悲宏愿就是啥？闻声救苦呢？哦，啊，要甘愿要来这个娑婆世界，要来多种降生，要过来救世度人。哦，啊啦，即马讲，今日有人咧问我啦，吼。讲真言，啊！你若安修炼，等你敢要搁来？讲众生度未尽，我还要来啊！众生度了未尽嘞，我哪会使无来是吼？对无？所以因此呢，佛法写入瑜伽啊，修烦恼不忘初心，修烦恼唔通未记咱初心，咱当时求道的心有够好诶！好，这道家思想真好，我无认真来修未上。也不真正吼，修到尾啊，断罗之门，愈修怎啊愈无，哦对无？有迄落嘛吼？也所以咱若下当有放初心，安尼吼，也若要了宏愿，把握当下。咱今仔日你若无讲把握伫现在这个时阵，咱真还佫会当度人，还佫会当讲道理吼。我做比较的啦吼，但伊完，你若会当讲。今仔日你的人脉啊，大来真多，你要当着公众，看到无吼？啊，这就是人脉啦吼。啊，有人脉大成功，所以吼，孙悟空讲的啦吼，我学孙悟空讲一句话，孙悟空讲呐，当迄个李世民甲问讲，啊，你只要破口，啊，你为什么在当交我这三足去使用出金倒转来，到会当成功？伊讲我。我吼无足够，但是吼，我会晓利用人脉。我有啥物艰苦，我就来；有啥物困难，该找菩萨就菩萨，该找四大天王就四大天王，该找乐处就乐处，该找上就上。
大家跟我合作，我无想讲嘛困难。伊讲我的人脉，哦，也要你用出完，哦，安尼啦吼。所以今仔日吼，希望咱各位动手做一日，做些咱的父亲，哦，啊，所以吼，咱来利用咱的资源，要安怎来真正帮助咱老母娘、老祖师、师尊师母的这个慈悲，会当真正予咱大家脱离这个生死轮回。所以今仔日咱有当时啊来讲来讲，啊，咱一般人信仰那个，啊，神神啦吼，神是一般讲。但是呢，恁有看顶这个匾啊未？迄、那个匾啊写明明上帝，诶，请问明明上帝上个称呼咧？那像天主教的基督教吼，啊奇怪吼，啊都明明看你这写明明上帝，啊天主教基督教你讲上帝的咧吼，啊那安尼吼，医生讲起来，上帝无分讲基督教甲天主教咧啊，无分佛教甲什么教咧，无分啦。上帝就是上界顶端迄个主宰者，迄个叫做宰者，迄个就是上帝，安尼啦吼。啊，所以世间就是啥，上帝也就是叫老母。啊，为什么才叫老母？咱讲古子老母嘛吼，老就是呐，无上帝较老啦，伊个老就无比人个比较老啊啦，吼安尼啦吼。啊，因为迄个宝就是那先化万物，先化天地，先育天地，所以因为安尼呢，它叫做宝，安尼尔。其实它是一个主宰，哦，明明上帝也好，古子老母也好，哦，啊，所以吼、哦，天内底意思，你若好解看，好解想，其实咱今日伫人世间，咱有足济诶，即个内底诶内涵会当体会。哦，啊，所以吼、哦，今仔日咱若佛教的，唔能讲，哎呦，我信佛不做，啊，咱来这里拜上帝，吼、哦，啊，有当时啊，你要到遮买嫌弃呢，奇怪，啊，迄写是明明上帝，啊，后分啦，啊，是到底是佛教，还是上帝，还是天主，对不？哦，啊，其实诸佛菩萨拢是上帝所显化。啊，是因为伊应允来到世间，安尼尔啦。哦，啊，因为他话咱讲点么种假讲，我会使五分钟啦。我即摆讲了可能过头去啊啦，吼、哦。啊，哦，哈，今日是就是只祝福咱大家啦，吼、哦。啊，下当讲安尼来参加这个佛教的圣礼，哦，啊来开大典礼，吼、哦。啊，大家下当天人同欢，哦，啊下当大家来共同来祝福。哦，啊，希望呢，大家唔是干那中一年啊，希望大家各单位的道务都会好点，啊，我哈直接来祝福，啊，感谢各位，谢谢。我们再一次的热烈掌声，感谢所有人。再次问一下哈，如果你的车牌是 HAHS7263， 请你移车一下。再一次 AHS7263， 如果这是你的爱车，麻烦您把它迁移一下哈。好，在我们整个佛堂的行政过程当中呢，我们的陈议员陈朝来议员哈，哇，在这段时间真的协助我们很多哦。你想，我们这次佛堂不是一般的住宅哦，所以遇到的困难一定是非常的多哈。那所幸啊，都有我们陈议员啊，能够来帮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一一的迎刃而解。所以今天呢，既然陈议员有来我们的现场来参与我们的落成典礼，我们当然也是要请他要跟我们说几句鼓励的话。所以我们现在有请我们陈议员，陈议员给我们致辞。昨天人比较大汉，我徛在边仔，伊徛遮无早。我们信义义和圣堂，中心佛堂，昨天人，王典传师，各单位的典传师，还有经理，
各位德亲，各位贵宾，大家早安，大家好。讲起来是受宠若惊，我会当徛伫遮，实在感觉十二万分的荣幸。那么今仔日咱是中兴福堂启用落成典礼，整个典礼的点点滴滴每个细节都很讲究。我是第一次看到一千口水。都大了，但是嘛，咱足感动的吼。拄则来，我甲做前辈接替咱的。还有一个更奇妙，我觉得周前人跟我们弥勒佛配合的很好，这是绝配。一个是有心，一个是无心，一个是有意。哎，我们提前恭迎我们弥勒佛的到来。哦，八戒佛来了。奇迹啊！都在这动作哈。在这个佛堂买地了后，祖先人指示讲，进门一定要五公分大道。啊，当然有一挂奇奇怪怪的代志，伫法律上的束缚，所以需要我伫这个道路加减斗三工。啊，而且我伫前届宣布了，我将。我的地票一票三十块的三分之一，我奉献给咱这个佛堂。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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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公的邓来是缘分啦吼，太当甲大家咧做伙，甲黄典传师，因请我见周前人，我去义和圣堂，我听伊讲过来解的，我的心已经拢伫遐啦。但是还是在政治上，还是要有人去担当。咱关系合并了，咱不使看原来台南关向下沉沦。咱伫保护这块土地，咱希望咱的所在是会当发展。譬如讲，过去日本时代，咱北门郡、西港家里七股北门下家将军，或者北门郡，咱北门郡一直停留伫这个所在。但是家里以后的建设是北门郡的中心点。咱希望家里搁好发展，拄只建议讲这一片五万几，进一片了十万啊，搁赚嘞。好，我希望讲伫未来的，要搁有咱通行的政治路中，会当得到咱所有德亲的栽培甲照顾。未来我有搁较侪较闲的时间，我会甲大家做伙来想。弥勒佛，你安尼听这话，你袂稍微讲。我是足欢喜的，看到中兴福堂，是一个宏观、很朴实的一个场地，又看到我们今天庄严肃穆的这样的一个典礼，扣人心弦，真正我心内足感动，我徛伫遐拢唔较简单。好，就一点钟吼，刚受到德亲大家一条心，就团结，就会这个劝化社会、教化社会，这是咱社会一个力量。所以我要最后一句话就是，希望大家唔通支持政客，咱希望是恁所支持的，是和社会和爱的，是一个有地方为这个社会伫拍拼的人。最后，祝大家身体康健，万事如意，周先生身体更健康。谢谢。接下来就是我们陈议员还有我们的主席，谢谢，我们再次热烈掌声，谢谢我们陈议员，谢谢。
请信义单位王宪章鼎传师致辞，掌声有请王鼎传师。大家，应该爱讲恭喜啦吼，爱欢喜对啦吼。啊，这个欢喜嘛，绝对个，就是讲哦，今日去，这个中央会特别重视，所以欢喜心，才甲这个恭喜嘛。啊，若无欢喜心，才甲这个恭喜。啊，恁今日去看就讲哦，恁眼看伊好眼哦，安尼行来拜拜。啊，哪买好去啊？吼，你到尾个，搁一段时间就好去。啊，今天让我很欢喜，因为我昨晚吼，甲阮老母过生十五分家今日来。因为到昨晚，我昨下昨暝啊，房间啊，我甲叫伊家己家己过生米来，哦，人讲今日吼对你有够好个啊，你无来袂失职啊，你甲讲十五分比较大，啊，我这老身啊袂出个啊。啊，为什么遐欢喜？来讲完咱有道的欢，啊，有这个场，这是一个场的这个平台，意思。啊，有咱大家欢，甲当主事的演员，甲当成立，哦，这是一个啥道的场？但是咱有四个道的场，四个道的场，这是叫六神，哦，这是六神的，讲有形成的六神，的道场叫六神。啊，六神的讲大家欢，甲当六神。但是咱有三个，一个三个道的场，咱敢知影？啊，哦，咱第一个道场来讲哦，身躯的道场，啊，身躯的道场来讲哦，咱身无切，唔忙学迄杀得淫来甲咱侵蚀，所以这个叫身躯的道场。啊，身躯的道场爱啥？爱戒律，爱修戒律。若无修戒律，身躯的道场会紧做唔着代志。哦，啊，第二个道场，啥物道场？是心的道场。啊，心的道场，刚才讲嘛，咱先不讲讲心污染。啊，心污染讲咱这个心爱注意，注家己约束家己，若无约束家己，迄、那个贪嗔痴迄个魔王的一个牌，这个第二个道场。所以这个是心无量，它叫做第二个道场。啊，所以贪嗔痴是一个足恐怖的物件，你爱注意，你注意是一个功夫，是一个火候。是一个功课。那么第三个叫灵的道场，灵的道场叫做灵无染。哦，心无切，心无切，心无染，灵无蔽，茫无遐世间的物件妄变掉的，所以叫灵的道场。那么这个灵的道场是归这个规律。哦，规律讲是五常是一个规律。哦，该做什么物件，做什么物件是一个规律。所以五常叫做特殊，叫做规律。所以什么代、什么时阵做什么工作，大家清楚。所以天行健，君子助长不息。所以透过这个有形的道场的落实，来予咱这个无形的道场安坐，安坐对啊。啊，安坐啥？透过今日落实咱的觉，这个觉才叫安坐。啊，咱有觉无？啊，咱有觉。哦，咱的觉依然足遥远，但是今日去欢喜心，心会的加持。天然的加持，我们今天去有这个觉醒，就当期我出差过去西啊，我阿大哥你讲嘛，你看嘛讲二万块呢，哦，所以今天去就是这个觉，所以主心的道场已经安坐啊，啊，为什么叫安坐？那无透过这个有形的道场，伊无能安坐，跟有无相生，啊，何况今天从欢喜，来谈甜意，啊，就是二欢喜甜意，所以今天讲跟讲意，谢谢。好，我们再一次的掌声，谢谢王鼎传师。好，下一位呢，我们有请义兴单位游金蒙典传师致辞，掌声有请游鼎传师。
参加人，各位贵宾，各位的人士，各位坛子人才，大家恭喜！大家非常的高兴，今天是咱中心，咱的中心了哈，这个不断的路线，大家拢大家家庆祝，非常的欢喜。今天那要甲讲起，中心佛团的路线，会使讲经过足济的迄个努力甲打拼，非常的辛苦。因为担任不足大，不过呢，大家道心呢，非常的坚定，所以讲呢，佛团的开始，大家来甲恭喜，这是一个开始尔尔。因为这是一只舟船，要载人登去西方，这只舟船呢，大家投资，建设好，不过那无人来上船，哇，安尼会了钱啊！咱人认真打拼，大家努力渡人救人，这只舟船就载哪济，就哪方便，咱就有趁钱，有了完就有功德啦，所以讲这是单开始尔尔，后续呢吼，还佫更加打拼。今仔好好的是来只沾一个光。而且祝福呢，咱这个中心的佛团十二字，同修同心同德，尽忠尽孝尽职，因为同修不简单，大家都会晓讲，爱同心一定，大家嘛拢会晓讲同心同心，心要怎样同？有阵时啊，家庭都袂同啊，朋友都袂同啊，等下楼梯遮尔大，要安怎同？所以讲要动心，必须爱心爱宽，腹肠爱大，买计较，爱执着，才有法度放下，就爱具备这个条件，才有法度咧，要动心，大家公认，大家拢公认，才当动结，咱咧若做了无好，人甲咱讲，哇，一贯道吼，这道亲吼，要去参人斤斤计较吼，哇！就无法度动起来，公言讲公言，受人讲，就嘛是爱大家爱接受咧，所以讲咧，修道修心，办道尽心，爱尽忠，忠于上天老母，爱尽孝，对老母友好，对老母友好，上好的条件就是你改变你家己，度化众生，大家手牵手，会当带转来西方，面貌，就对上天的友好。甚至爱人都爱做起，对咱的世代人爱友好，和好诶兄弟爱和好，这个家庭唔只会大家的心呢会拢听你的吼、所以讲治国宜民，治家和难了。要治国足简单，因为有法律吼，都歹治家咧，治家足困难。要治家就是你家己的标杆，一定爱做好，大家唔只会听你的。所以讲要同心嘛，无简单啦吼。所以讲会想要尽孝，对人道的孝，人道孝叫我讲达天道。但今仔日是做尽职，尽咱的职分，积极来去做，替上天做，咱才当了咱的愿。所以讲今仔日呢，大家甲各位祝福，身心十六天，祝各位呢，身体健康，大家道路会当更加方便。多谢各位，谢谢。好，我们再一次的掌声，谢谢有点掌声。好，接下来呢，我们有安排一个话剧表演，我们请到了两位前线，他们呢要扮演仙人与仙童的角色，来借着这个话剧呢，来告诉我们，我要介绍我们中心佛堂。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以这个月的掌声，恭请仙翁与仙童出场。哎，大家好啊！师傅，等等我呀，师傅。哎，动作快点。师傅，你一把年纪了，还走？
天这里盖了一间佛堂，今天是他们佛堂落成的日子呢。很好，很好，这是一件好事啊，值得可喜可贺。人间一处佛堂，地间就一座殿堂啊。那这佛堂是盖在哪里啊？这佛堂就盖在台湾台南的家里。很好，家里这两个字就是好地方的意思啊。那这佛堂前前后后盖多久了？哈哈，师傅，我算算看。就知道啦。师父，人家刚当上神童，功夫还不够，不然师父您自己也可以算算看呀。来，把头低下来，头低下来。你这孩子，教你算，你还教我算？你难道不知道最近天气不佳？关节又犯了，手指有点不灵光。师傅，那我再算算看。叮啊！师傅，这佛堂盖了将近2年的时间了。很好，这间佛堂是重要性、齐心齐力、发心发愿完成的，实在是得来不易啊。师父，要盖一间佛堂要花很多的钱吧？他们可真是有钱呀。 No, 不是他们有钱，大家只是没钱，心里筹钱，有力的就出力，他们还做包子啊、馒头啦、粽子啊，还有……别说了，师傅，你一直在帮他们打广告呀！哎呦，猴头不会受伤。师傅，您还是说啦。哎呀，我们就是要帮他们打广告啊！大家这么诚心，不帮忙行吗？所以拜托各位啊，要多多捧场啊！是呀，大家要多捧场，多多捧场啦！不过师父，听他们说佛堂刚盖的时候经费严重的不足，但到最后都能迎刃而解，盖到哪钱做到哪，真的有这么神吗？这是他们真诚的心感动上天。人有三缘，天地从之，只要余善和于天性，余相利益众生，上天都会自由安排并帮忙。不过师父怎么啦？不过钱还是不足很多，所以大家还要多多帮忙啊，好不好啊？大家说好不好呀？好。师父，那这样说来说去，还是我们厉害呀。怎么厉害啊？这是我们的职责啊，要大方做到的。来说说看，盖佛堂有什么好处啊？盖佛堂的好处可以度化众生。很棒，还
有呢？还有遮风避雨。遮风？避雨？哦，台湾长瓜台风说的有理。师父，我说的风雨并不是真正的风、真正的雨，而是在遇到灾难的时候可以避灾躲劫。不错，孺子可教也。佛堂是度化众生。能够人生之地规划娑婆世界为你的基础，让人间再现大同世界。所以修道有三不离，第一就是我知道。修道三不离，第一就是不离经典。大家说对不对啊？第一哦，不对，那师父修道三不离，第一到底是什么呀？这不是第一，第一是不离佛堂，不离佛堂。对，不离佛堂第一。这间佛堂叫什么？这佛堂叫做。心意一合中心佛堂，心意一合中心佛堂，名字取得好，取得好，终于到场必心于佛堂，希望各位要做护持佛堂，常回佛堂，认真的求办到。上天是给大家行功表演的好机会啊，好不好啊？好不好啊？好。所以总归一句，就是要常回佛堂哦。耶！求好，下凡一功。谢谢我们两位主持人带来的话剧表演，修理慢走哦。哎，免礼。好，我们这里要特别感谢昆山火车团的协助演出，谢谢新单位的协助哈。好，刚才呢，在话剧当中，我们信翁有特别提到哈，我们中心佛堂有做包子、馒头、粽子，还有猴头菇跟寿桃。那么今天呢，在各位用餐完毕之后呢，在我们大门口两侧呢，我们会摆设熟食义卖区，还有用品义卖区。那么用品义卖区，我特别说明一下哈，用品义卖区呢是我们的前贤将家里面还算新的，但是不常用到的物品呢，把它捐出来义卖，非常的便宜，最少一元，最多不超过100元，真的是物美价廉哈。那因为我们人员不足的关系，所以我们采取自助的方式，请各位自行投钱。但不好意思，我们。恕不早明，也希望大家能够共襄盛举，谢谢，感谢大家，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请我们以下点财师致辞。好，下面有请爱享单位冯信聪点财师致辞，掌声有请冯信聪。当然，伫咱娱乐性人已经第六个单位、六个单位已
已经成立道义中心，是吧？我们平时自己的事要多努力哈，加油哦！啊，我们合成单位哈，要多加油哈，要建单位。那因为都将来因为那同学要开一间，那有些人才哈，啊，其实都刚好啊，和咱同学啊，而且他现在呢，成功跨出去的哈，怕点无将来啦。啊，因为咱王教授啊，叫咱同学啊，改伊写出来勉励的话，啊，现在成功跨出去，啊，怕点无将来，所以这个当中。一个成功，一个成功，不是个人的意思。一个成功，一定后边跟团队力量力。当然，咱知影中兴就信仰开始，咱前人对土地、对资金，甚至咱中兴的道亲，整个团队大家拍拼，难道中兴这个信仰的信念，这是属实的呀？但是现在成功看出去呢，自己呢，感觉我能力不是这个自己来解释咯，那一定要强起。一年来讲，不是咱个人能力，是一个团队的力量，对长辈、对晚辈、对同辈，一定要哪未来更加的爱护，更加的爱努力。咱知影有这个信任。那不是有这点人，那这种性能要起来有可能的代志，这是事实。咱华会感受郭台铭郭董事长，他的成就也会是我们。有一天，我会望到发现郭台铭，伊亲自杀伊妈妈，伊每一年拢一定花一个时间杀伊妈妈，去做一个澳洲教育。边啊！因太太杀因囝，郭台铭亲自杀因妈妈。咱看一下一个，吼、哦，企业的诶，迄个啊大成就者郭台铭先生，但是伊的背景是对伊的妈妈何等的友好，对伊的家庭何等的友好。所以今日这个人愈友好愈谦虚，对咱的长辈，吼、哦，愈尽心。他的成就是非常不简单的，所以呢，好啊，边啊写着，忠心不疑，哎，忠心不二哈，忠心哎，忠心不疑啊，迄个我是讲，忠心不疑，忠心不二了哈，爱修以和，啊，心扬一力啊，哎，忠心不疑了哈，修行也了哈。啊，心容一力啊，吼，啊，尊义和，咱对中心心的义和，我伫后壁拢做有啊写的。啊，就讲今日去咱中心，因为今日去会当有这性格，我相信，因为伊无忘本，伊绝对无忘本，伊对着咱心的，伊绝对足坚持，伊对着咱义和的教育，伊绝对足遵守。所以咱无法照着这个因缘成功，你来看家己，你这个根本你爱修个条，咱已经成就起来，咱一定袂使空过。咱袂得骄傲，不是咱个人能力，这点咱一定爱记。这句话咱话叫做体，后句话拍拼有将来，这句话解释叫做用。因为咱这句话讲成功一定要靠拍拼，不一定拍拼一定会成功。当然，你有头前迄句话根本。的德性，拍拼一定成功。你头前迄本来无去，你拍拼就成功，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咱中心虽然今日个性能开始已经成就起来，咱嘛感觉对中心的贡献，大家抱着非常的欢喜，叫伊来较祝福伊进性能。但是今日是咱开始的，唔是结束。后边足侪学校需要咱教育，足侪学校需要咱栽培。所以这点。啊，咱中兴的同修，大家继续努力，继续拍拼，让咱中兴会当真正得无鸿运。这是咱话，而且韩国伊在做里面的。最后祝福恁各位啊，让中兴未来得无会当非常的鸿运。啊，祝福咱今年各位点文书，啊，各位前
大德，身体安康，一切顺利。谢谢各位，谢谢。谢谢观众朋友给我们的祝福。有请评审单位曾进长点茶师致辞，掌声有请曾进茶师。尊敬的前人，各位贵宾，各位台师，各位前线大粉，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今天是个难得的日子，是元旦，又是大典，又是我们中心佛堂落成启用典礼。所以同学们早上四点半就从台北赶回来。抱着一颗感恩的心，也很欢喜、很高兴的心情，回到我们家里，回到家里来，然后呢，看到了我们王点师的用心，在一年多前，或许陪着前人来看工地，那个时候还有很多还没有完成的地方。但是今天踏入了家门，看到了点点滴滴，都是值得后续学习的地方。那在一个多月前，我们这里的人是要后续写一句鼓励的话。其实后续从踏入道场，都相信一句话：相信是学道的出路。我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倒海之难皆有成功之日；我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意皆无成功之期。或许接着说，从我们求道开始，我们名师指开了我们灵魂的出路，告诉我们，我们是佛，我们是从上天来到人间的佛子。那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半信半疑，但是只要你相信你是佛，最后你一定能够成佛。从相信自己开始，然后到做的每一件事情，你都认为说，刚才我们超师讲说，从无到有，你要相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只要你很用心，每一件事情都会很精彩。所以今天后面看到我们中心佛堂，从一楼看到二楼，看到很惊讶的东西，每一点点滴滴都用了很多的心思，这一点是后面很感动的地方。所以只要你相信，其实成就是属于你的。所以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应该都是一样的道理。所以祝贺我们中心佛堂将来度人会更多，道场会更大，那从无到有会更精彩，从小到大会更有希望。感谢各位，祝各位身体健康，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各位台师的相连，谢谢。我们在去年的这家古董的古板控油
啊，佮有中秋节烤肉活动，会当讲呢是阿伯起火就开始咧运作了。那么听讲呢，有两个起的过程当中呢，时常有发生一寡困难的代志。那最后都是安怎解决的呢？阿兹玛准备请所有佛堂的总干事杨胜显组长回来跟大家聊一聊，在整个佛堂兴建过程当中的整个情况是如何。那我们现在掌声欢迎杨胜显组长。组长你好，你好，来这边请。因为时间的关系吼，我头就有问必答的方式来访问您哈。系阿里的叫什么？好，后面有神明围住。喂，好，好来，第一题，我怎样讲吼？你对建筑哈建筑哈，你对建筑这方面不是讲？做人好，对不？对，对好。是。好，我想赢哈。啊，林组长这一支再大声一点。嘿，人讲呢，做中学，做中学。啊，你感觉讲你整个过程当中哈，你学到上多，所在是第几大？学到上多啊。嘿。学到上多，其实好学是安尼啦，啊，就安尼人教咱做啥，啊，咱就做啥。人迄个做师傅讲叫咱做啥，啊，咱就去做啥。人讲啊，就安尼恶搞啊，做搞啊啦。啊，何老师讲吼，内面建筑上内行的，咱真内底有一位建筑头家，就是咱简典谭师，吼，这才是真正内行的，大家鼓励一下。以后我们可以好好的支持他一下。对对对对，哈。好，来，第一题 ，OK， 好，第二题。因为我们都不是很专业，我们都不是很专业，对吧？所以呢，按目标困难一点都不高的，对吧？对吧？对哈。啊，你从都头到尾，你有打退堂鼓的，你听得很吃力哈。不会啊。你有打退堂鼓的念头，你有想要退的念头不？没有。真的。真的。掌声鼓励一下。说那个不切实的话呢？是，我相信你。对，那有没有让你吃袂落、困袂去无？吃袂落、困袂去哦，那上无咧，我没有哦。哦，看到了一样，他都没变，确实。好，第三条。你刚刚吼，按整个佛塔吼，你刚刚这几张上水。哦。若要讲这个佛堂水的所在吼，其实拢不是我做的啦，拢是阮典传师伊的精心制作哦。比如讲啊，头前的花园啦，啊，阮迄个正手边的遮个河土螺丝啦，吼啊，一寡遮个景色吼，这拢阮典传师做的哦。啊，大家给我们的典传师鼓励一下，谢谢。您谦虚了，您太谦虚了。据我所知呢，我们外面的花花草草、树木啊，都是我们那个顾问主席有在这吗？还在外面种花哦。我们顾问主席呢，从顾问主席还有我们杨胜显组长，从他们家的花园一颗一颗挖来种。哎，你们家花园现在还好吗？还好啦，还好，没有花掉，树还很多了，哦，还很多，那还可以尽量挖，对对对，那当然，那挖来我们佛堂，成就我们佛堂，功德无量，对不对？谢谢谢谢谢谢。好，最后一题，如果阿米来，可不可以开一间中心佛堂？二楼，你有五万亿担任阮中天佛堂的总干事不？哦，这个哦，这个就是讲吼，啊，都大家若无气焰，佛法也含慢，吼，啊，无感，啊，都感觉讲佛法还可以的话吼，我嘛是个爱个继续啦。哇，掌声鼓励一下，谢谢，谢谢，谢谢。说得好。那如果我们道路拓展到大陆，你也是可以吗 ？OK
啦，我虽然是无常常回啦哦，拄到三不五时还是要过去的。好，谢谢你。好，最后呢，我们麻烦你用三分钟的时间，说说在整个佛堂的过程当中，因为你参与的非常多哈、哦，那请你用三分钟的时间，简单的说说你的感想，还有几句鼓励我们的话，好吗？好，好，那舞台交给你，我们掌声送给杨处长，谢谢。咱敬爱咱的周天人大德，咱各位点文师大德，咱有各位贵宾，咱各位道亲，今仔日非常的欢喜，今仔日是一个大好日子，就是108年的甲午节日，嘛是咱不一百零七。107啊，对，1822年18亥啊，好些日子在过吼，过了有阵时啊，去学袂记一字啦，所以吼，咱今仔日是遮尼好日子，所以咱前人呐，点咱师就选定今仔日阁是咱诶即个11月15，就是咱的当典，所以有足济足济即个大好日子，所以咱今仔日入圣。开大的好日子非常感谢咱各位前贤大德来遮甲咱普及，吼希望后日阁继续来甲咱支持教导，谢谢。咱第二点就是要来感谢，就是要感谢咱严建祖师这回呢大力顶置甲咱的这个佛堂呢。设计到这么的完美，这么的好用感谢他，谢谢。还有再来就是要感谢呢就是我们的那个刚才那一位陈议员，咱在企业当中有真多的这个困难度所以讲伊也甲咱帮忙了袂少所以只咱就甲人感谢一下，谢谢。但是再来就是要感谢啥？要感谢咱。真侪真侪的外界的即、這个善心人士来甲咱赞助、布施、奉献，所以咱今仔日这个活动呢，才会当遮尼顺利来完成。吼、哦，搁来就是要感谢咱各位咱中英活动所有的亲伫即个兴建的当中会使讲是非常的即、這个认真打拼。为出钱，为出力，把这间分堂大家共同来给建设起来，所以呢，这就是咱的团结的力量了吼，伫遮顺便呢感谢了咱中英所有道亲感谢你，谢谢。今仔来讲今仔日各界咱遮前辈者来甲咱迄落做中英分堂呢。来甲咱安尼普及伫遮咧，好势感谢咱各位祝咱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道务会当大方便，谢谢，感谢。谢谢杨处长。好，我们的热掌声，谢谢杨处长在这段时间的付出，谢谢你哈。而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在我们背后默默付出的我们这些前贤们，因为有你们的付出，让我们的佛堂能够顺利的完工。那么在这里呢，后学真的真心的一句话哈，有你们真好。在这里我要说说我自己，说的真是惭愧哈。在整个佛堂兴建过程当中，我没有人搬过一砖一瓦。不过呢，我自己想。我过去来不及参与不是来不及，是没有参与，但我把重点放在未来，未来不能少我一个，对不对？谢谢各位的掌声。好，前面有听到，好，是，好，所以不能只少我一个，各位也不能少，对不对？对。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有请我们的点传师致辞。接下来我们有请人本单位吕吉才点传师致辞，掌声有请点传师。
啊，咱所敬爱的前人台前，咱敬爱的各位台湾师台前，咱各位长官、各位贵宾、各位莅临咱现场的亲爱的队亲，大家午安，大家好。你好，今天来参加的咱中心单位中心活动的路线，我哈内心十分的欢喜和感动，因为这个活动的成立，会使讲经过着几多年的一种的阵痛，听过到有感受。所以啊，而且真正非常的恭喜，再恭喜！因为在迄个无简单的当中，一只发船会当来成立，会当来为上天增加一只发船来度化众生，这是咱义和圣堂的一个福报，嘛是咱中央单位。所谓父亲的福气，咱爱好啊珍惜啊。那么会当在咱义和圣堂咱先人的领导之下，能够一只黄蜂母舰的护航之下，咱中央单位一只的开向大海度化众生的一只划船，在咱。王志林典范师的领导，大家互相相聚下一种的团结一心，相信咱有看到未来远景。因为咱要救度万国九州兄弟姊妹，咱必须有一个足好的环境，互咱兄弟姊妹会当修道，会当学道，会当办道，嘛是一种教育的一个好所在。栽培人才的一个好地方，所以活动太重要。那当然，王莲莲师进行几个月，我是交代学校，讲吼爱准备祝福的话啦。学校迄个时阵就紧张足久啊，等到今仔日了，还咧紧张啦，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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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咱大家拢会记哩，释光老师甲咱准备一句话：，行尽世间天下路，唯有修道不误人。这条路真正，真正千真万确，对咱人生真正充满着一种的光明的态度。我喊吼，咱讲一个秘密。较早吼，我喊你选择女朋友要结婚的时阵。我迄阵啊，加一个思想，要修道。做兵长啊，加讲要修道。对象同款，爱有一个修道的太太安尼。所以上天不负苦心人，予他如愿啦。因为讲起来修道真正足重要。希望讲。咱大家将这个修道这件代志，甲当作是咱人生最大的一种的投资事业，真正爱完全的投资。修道有两项的重点，第一叫做修行啊，第二叫做办道啦。所以修行办道足重要。所以人讲世间啥物上宝贵？不是金银的路呢，不是金银财宝呢，是修道第一好呢，所以而且佛学足欢喜，
所以伫遮代表着任何单位所属的点乱师，以及所有的道亲，伫遮深深的祝福咱中心单位、中心佛堂这个佛堂独行嘛深深的祝福咱的道务会当呢万国悠久那何况呢用着一首对联做一个祝福叫做呢忠实尊厚，忠实尊厚传承的经典大业道未尽这首诗送予咱中央单位互相勉励、互相鼓励。伫遮，我盼望亲亲祝福咱前人身体健康。我们各位点燃师大雾红掌，我们各单位每一个单位都要更加的精进努力为我们三七普渡这个信仰大家共同的发表谢谢各位，谢谢。谢谢李老师给我们的奖励，谢谢。好，我们再一次的点掌声，谢谢，谢谢李老师。好，目前呢，我们信义和呢，在邹前人以及各位点传师的带领之下，我们的道务呢，已经将触角呢拓展到世界各地。那我们中心单位呢，在大陆翔安呢，也有设立一个点，我们希望将道的种子传播世界，让道在各地开花结果，让更多的人能够早日脱离苦海，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有请我们五位前协为各位带来的一段歌舞表演，我们都是一家人，掌声欢迎他们。
声舞表演。鞠躬。再次为掌声鼓掌，辛苦了，谢谢，谢谢，谢谢你们。好，接下来是我们中心单位致感谢词。好，我们有请王自林演传师致感谢词，掌声有请王演传师。血汗啦吼，啊有流血无？有当时啊，铁顶啊顶着真正是流血，有流汗无？有啊，流足侪汗。所以伫这个经验，真的血汗换下来的，换到我们这个庄严的佛堂，只有一份的心，迄叫做那一份的心意，心意啊，这份的心意，无在讲你出。哇，这钱钱的多少，也在你一份的心力，不在讲你出力出偌济，拢在一份的心力。所以因为这份的心触动佛法，有想到啥，啊，就去要甲咱讲的较粗俗，讲要甲变什么？那真好像是真的传师嘛，说获选的什么啊很多，好像是啊哈。啊，或许吼，是希望讲有这个物件，我们道场的东西，咱今仔日说道道道了吼，那个道，咱道是给咱甲展现出来，互人唔捌道的人了解迄个道。其实道拢是伫咱的日常当中，目睭一睇开就当看，但是这个有当看，咱感觉会着袂？感觉会着，但是讲会出来袂？会啦，只有一份的心，诚恳的心，感动的心，你去甲伊讲，别人会互咱感动。你有法度去感动别人，那么就有法度去感化着别人。那么要感动别人的真情，爱心感动家己。咱唔通家己拢无感动啊！啊，亲像何法后学啦，在这个同修当中啦吼，说实在啦。可能听佛法来讲的，咱嘛知啦。我的心嘛硬硬啊，所以咧讲话吼，讲话家己都袂感动，吼软啊，啊是要哪去感动着别人？所以也在这个建设佛堂的过程当中，或许真的就甘心的，就是甘稳咱中心单位的每一个从小朋友到咱九十几岁，即个。前辈者，大家互相的扶持、扶持啦，安尼会扶持一份的力量，点点滴滴才有这个信德的完成。只有后续一个完成袂起来，但后下一个，这个信德绝对压袂起来。所以咱各位前贤哦，大家拢做慈悲，后续是出一点啊心的利益啦。啊，咱今仔日有这个庄严的佛堂。第一，上爱感恩的咱的前人。今天若无是咱的前人咧带领我们，甲咱带啦吼，或许嘛唔知要去对来上这个物件。啊，因为之前咱义和圣堂咧建设，或许伫咱前人的身旁，啊，可能安尼加减吼，
有捡到一点啊，哦，捡迄一点点啊，尔尔。啊，咱在座的各位前线，咱大家拢是伫义和圣堂咧行来行去，行大有无？啊，咱的智慧，咱的眼光一定比佛法较好，爱捡较侪哈，捡较侪哦。哦，啊，捡较侪了后，咱家己吸收了后，然后消化给我们有缘的兄弟姐妹，让他们有所心得，哦，适时而有所心得。因为拄只甲进要讲感恩感谢的话啊，已经非常侪非常侪了吼。啊，那么最后佛法之友会当讲。以最忠诚的心，哦，人讲我做含慢，啊，不过我做实在，哦，但是这个一份做至诚至诚的心，感谢咱各单位的点传师，还有咱的前线，啊，搁加上咱外单位的一些嘉宾，啊，搁咱今仔日远自伫中国大陆然后。来，诶，咱各位哦，我们的同学朋友，足侪足侪，啊，只有一句，感谢咱大家。谢谢，谢谢王姐，掌声感谢。祝福咱大家会当身体健康，大家平安，非常。谢谢，谢谢王姐，谢谢感谢。好，我们今天呢，我们前人以及点传师呢送给我们的祝贺词呢，好，我们已经把它做成字画裱背起来了，各位已经有看到了，在我们前头这边。好，然后我们前人的呢是在后面这里。好，这前面的这三个都是我们前人的话，还有后面也有。好，好，那我有发觉到呢，这些祝贺词呢都是我们点传师前人们他们在修道当中的数十年来不为规律不为准则的一句话，可以说是精华。所以精华就是比较浓缩比较少比较短的。好，好，那我有注意到呢，他们啊都有一个共同点，这些话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一个修，一个心，一个拼，这三个字。好，拼呢不是一般的做，是要尽心尽力的去做。好，那另外还有点时间哈，我们来复习一下前人跟点传师们他们给我们的这些祝贺词。前人说呢，修慢道勿忘初心，了宏愿把握当下。你看有一个修，有一个心在里面。好，那王先生点传师呢送给我们的呢是欢喜心，有道的欢，有场的喜，有人的愿心，所以也是有两个心在里面。好，那由金蒙点传师呢他给我们的祝贺词是同修同心同德，尽忠尽孝尽职，所以呢也是一个修跟心。那冯点传师，冯新聪点传师送给我们的台语念哦，心功跨家的怕病为将来，所以有个拼字哦。好，那真点传师呢他这句话很有力量，我心信岂可惜，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我心信其不可惜，则反掌折之之意，亦无收效之期。所以呢，也是有两个心在里头。好，吕点禅师呢，简单二要，修道第一。好，修道第一，好，对。张点禅师呢，现在呢在楼上帮我们办道哦，所以今天呢就没有办法请他致辞。不过呢，他送给我们的呢是修道断道的人最幸福。所以我们看我们张点禅师哈，就常常一副幸福洋溢的表情，有没有？有哈。好，那李点禅师跟杨点禅师他们今天有公务在身，所以没有办法前来，但是他们也送给我们一句话。李点禅师说呢，真修道人，人命许天，也是一个修在里面。那杨点禅师呢，他送给我们的这一句呢，我们常听到，是一首歌的歌词歌名，好，叫爱表加一啊，后面还有一句了苦得乐。好，那我们自己的点传师呢，王点传师呢，他期许我们自己中心单位的呢，
他说呢，这个台语念，我这句话我在家里念好久。好，天公天神讲到是提来炖，提来炖。再一次，天神讲到是提来炖，不是提来。提来，这两个真的念，天神公就是提来炖，不是提来渡，对不对？对，我念对了、哦。好，谢谢，谢谢。好，我们刚注意到了，前面点男生们，他们的这话里面都有一个修，有一个西，有一个拼这三个字。那么后学啊，自己想回家想想看，可能就是在说呢，要先把自己修好。把自己的心管好，然后呢，尽心尽力的呢，去度化众生。所以再浓缩三个字，就是“我爱你吗？”修半道，前面这样解释对吗？可以吗？可以。好，谢谢。好，我们将这些纸鹤纸呢挂在墙上呢，不但是要作为永久的纪念，最重要的是呢，我们呢可以借着这些话。常常提醒自己，鼓励自己，让自己在修八道的路上呢，能够勇往直前，永不退着，坚持走到最后，好不好？中心大会的在后面，好不好？太小声，好不好？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已经要接近到尾声了。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由我们的中心单位所有成员呢，为各位献唱一首歌曲。好，中心佛堂在今天落成正式启用，这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我们愿意依循中全人以及王志林点传师的脚步继续前进，而所有中心单位的成员也必定齐心齐力为未来共创佳绩。所以我们期许。他昨日的忧愁，带着我们的心。
处处皆红尘，也自然然的飞。当久违不见的泪水，滋润了你的面容。思念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光。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你的笑容充满了幸福的希望，今天写出前生的期合照。好，那如果没有拍摄的
贤贤，请你先在你的位置上坐好，等一下呢，我们有服务人员会引导各位到用餐区去用餐，谢谢，谢谢大家的合作。